是现在星辰和小罗太难了，也是、小花对这个拳皇的理解实在是太厉害了，太深了，可能如果拳皇有时段，他可能现在是站在时段上的那个人，对，其他人可能现在配备大家这个开发的还包括这个只有抢二的对局才能够给他一些压力、啊、对，因为可能你九段跟十段你就只有抢二那种短局的时候还有没有这个遭遇。好，这样我们来到总决赛，两条命的小孩，对，而现在胜者组，对，两条命小孩，你看小孩会不会打希尔威 DT DT 要看小孩会不会打希尔威啊，但是刚才那几个点这已经看到了，加针的点没办法，因为看到克隆的话，小孩当然肯定也在看，后来的话就是奥德，说实话没有刚开始就用纳克露露来对小草，怎么讲呢，有些人的中段很慢，那时候纳克露露打这个小草的时候明显没有破绽，当时如果最可怕的，但是希尔威跳的有点飘，阿波你知道吗，他有一个点可能导致小孩的对空，你防住了他加上有力针，这个小孩就不动，勾针的效果是吧，哎，机会打中，看上去是好像三运到板边，又优先的，但是你不能抢。主要就是他以后在这个距离的状况下，哇，小孩打的发波，上你投不投？他这样明显就比立成熟悉的多，他也用过一段时间。所以克隆的话为什么很大？很多打断又打中，哇，也是零头。这样的话，夏威要凹，这个折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不敢凹，不敢动啊！下一次没办法，落地以后草地精很难发挥出来。有些人现在说有一个对策，就是说我就想孩子知道夏威的下防增防，但是你增防的话，如果你被他踩三下，你会觉得自己降级吗？哎，被降级了，你想一想，才会发生变化。虽然我没少很多血。对吧，这个被压制，然后这个是肯定被缺板的，又被打倒，就会总会乱的，怎么打，哎，中段我再打中段，我好粉丝打击打得不错，我这猜得很准，真防你攻小孩子是反应到就预测到你会怎么反击，对，这是完全的预判，这个左右折，我反双向升龙，这都看好了，因为你漏招了，没办法没办法，我太厉害了，这小草这个差距有点太大了吧，当这个就说伊斯拉你的逆向频频得手的逆向都不能进，不能随便用了，对，都不能得手的时候就很难了，战斗之王的战斗自己你知道吗，我这下都打拳王15 ET 没想到怎么打、啊、ET 感觉有点乱了、啊你说还有四级，还有谁 ？DT 怎么打？气能不能抓到球位？啊，小宅有力。还有个谁啊？不动。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四级还是三级？我记得。终于拉出一点距离，有一点点力回的空间。宁可防着被你打破防，我也不会乱动啊！小气。得打比赛。好的，他为了那没办法，小草大人一脚，就是对东北资源交没问题，哈尔滨他网络先把小草干掉，我们南方啊，或者是不太好，他对小孩来说也没问题，我拿一个草地换你的资源，对，我剩下两个人就会压力轻很多。为了这个比赛或者为了这个成绩，他真的是非常认真的一个。我 TT 连续主动的压制，我这个巧弟抢的好，中段踩两脚继续。有一点点力回空间吗？有，好了，回到中距离，回到中距离，这个还比拼 CD 的特就有的玩了呀，没错，这个消耗者的天下。对 ，CD 还没来，打中，这有一波机会，机会，安全压制，再传，让我想起了 EVO 的某场比赛，投下，可以的，不，下段有。哎哎，没舍得交半气，哎，但是这还真不好说，真不好说。ET 这个回应非常的强势，硬生生的把这个就打了回来啊！人数打平了，但是小孩窝开局，先建立血量优势，半血的优势，摸到就死，再摸到就死了，痛了，重伤了。对，哇，这个没有反，却反抢这么快，没了，真的这个太敢了，太难了，哇 ，ET 打的自己都笑了，我辛辛苦苦打成这样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这样翻盘吗？哇，这个头拆的好快，怎么打？应该怎么打？刚才的反抢真的很帅，因为点完以后下一个话你要对他小孩他开口的话，他就敢反抢，他那个还要用希尔威，有点厉害啊。第一局希尔威被草地精对策了的话，直接被他对，还让他打下来，反正无脑按嘛。我打到下段。哇、哦，下接没有、啊。小罗的小草真的，刚才有一点防空啊，对他想防空，看一下他后跳地呀、啊，按的特别准。希尔威跟打一立成的时候判若两人，我放到一下走了以后，反正破防好啊。小蜜蜂再出道，
小孩应该是要用去带走了。西尔维这种角色，再加一些没有发挥出来，战果对，没有建立任何战果。我机会哎，但是没办法，还是有点这个幸福来的太突然，以至于不想要。现在玩 K 的人这下凹了，目前的话。装怎么打？版本更新的话，其实玩 K 的人不多。对，好像现在都开发出来了哇！哎呀，我、哦、这边打中了，终于打中了一个跳地。小气。是的，又抓到，赶紧把小草带走啊！对，有点乱了这个小草，今天有点乱，差一点点，小地精还要挣扎一下。哇、哦，相杀了，相杀了，求个相杀没关系。漂亮的跳飞。那这个希尔维那这个女主的血也回了不少。防一下，现在看珍妮特。我珍妮特开看得太准了，不管你啊、我觉得小罗在这个对空上打得非常在啊，打得像有点像独特的理解，尤其是像小草的这波可以板边，哎，然后包括这个哎这个 ET 的失误，但是没这个反而修正的话，到他现在他的招就当做这是修正。怎么讲呢？就是应该说世界上来说也是最强的那几个 KT。哇，对空有他之前和那个这真的有点运气了，运气好，最后一点点无敌判定打中了，中断防住，跳飞漂亮，继续小蜜蜂。满边连续的压制，喂，漂亮！感觉他在跳，但是这样有中间的空间，发现他这个跳还跳得很好。对，我打到，好的，没有过来，哎，ET也一点都不虚啊，跳回来了，打回来，他们都是那种经验了，自气的科隆，他也会看你的。这个失误，这个科隆要打一两万能接近两个人，没问题。哇，稍微分配一下能量需要，哇 ，ET 打中，安全压制。他们这个跑得起来不到立马这个挡住以后还会有持续的压制，对，而且他跑得他发现投不到就会停在一个你刚好投不到他的这个好伤啊啊，那么现在这个细节做得非常好，1-0领先，后跳 C 可以的，我 CD 有，其实我 K 的话也觉得好打啊，这边 CD 对空对 CD 打乱中成功，怎么讲我加带打中的没有了，又错失一次机会，哎呀 ET 这个可惜了呀，哦漂亮，对吧，两气正好，正好看小孩跑过去甚至犹豫了一下，有点对，但实际上面对科隆有些时候垂直跳都抓到了，对，放倒了持续责你，人家有资源，这一局我漂亮就没了，可惜没有超杀出来，面对科隆是压力的问题，不是相机的问题，补针没敢动，右手拉腰放倒了，我这下凹了，开枪怎么说？最后一点血，我 CD， 哎，差一点，啊，哎，没有熬到就没有了。赛格中断。好的 ，ET 扳回一分。现在的比分来到了1-1。虽然希尔维还没有发挥，但是女主的发挥非常的优秀。这一局破防草，但也行，毕竟血量偏很多。出手收，朋友想办法出来啊！这个啊，还是他心态还是非常好。抓到机会，虽然希尔维没有发挥出来，但是后续伊斯拉来了呀，对也算不错，后跳地来了。你看，就是当你前跳说他后跳地的处理非常不错，哎呀，哈哈，他还多了一小孩会抢招，这个加分，刚刚这次一个后 C 是复合开头，再来前臂子掉，他已经想了，就是你这两下漂亮，可能会带着中了，是的。联防会凹不出来，对，是吧？反正凹不出来，只要不是联防，我觉得就凹得出来了。反抢，我中三级打中摸奖，撞一下，这个什么雀板？小罗，是啊，我撞到了，而且这个没有什么雀板，但是挺好用的。对对对，反抢。但小孩子就是用小跳地这个，但我倒地了，但是我起身也按漂亮，跳飞截空。好的，安全压制，小孩不动。好的。啊，黄瑶打中乱动啊！要带资源吗？起身的那个点压得非常准，一动就挨打，一动就挨打，我感觉还能再磨，你不动了他也无所谓，战地我这 CD 还不错，战地的这伊斯拉的这个 CD 有点厉害，又长是吧，又快，这样能达到你的起跳，对，反正你就在这个距离就按嘛，反正好像也没也很难对射到，哎，又是一个跳 C， 看小孩其实确认也很好，他被压制的时候他不会着急，机会漂亮，两点我想法修正，想打修正，想法是好的。什么想法？这可是在线下的 PC。哇，这个是复合。想打这个修正，是你前一太难了、就是。哎呀，就是错失一些。其实星辰他套路蛮多的，的而且他能选择很多。压制，我这边熬了。的一些手法。小孩中间稍微等了一下，确认一下那个跳对敌后面的结果。好的，双方一个平手的局面。血亏啊，但还行。还行，但人数现在目前血量上是 OK 的。对，我这小蜜蜂，哎，差一点，这个前 AB 救命了。哎 ，CD 好好用啊。ET 这个
双方的打能不能拿？我这边还一条 CD， 中断有。都好像连压都防住，小孩子过来了。但这个被防了，没有被血板，但是带过一样伤害打出来，刚刚好。好，下面得到，这个、太准了，他就拍到可能会中断了，是吧？他刚才经验丰富，不是刚刚好啊，一颗技能他肯定会用掉。小孩怎么打？会这样的。对他防逆向的逆袭防逆向非常好。哦，相杀。相杀。哦，好的。拿你的后方逃。后方抓了一个后方来了。让开局飞。这样的话来到一个武器克隆。星辰很果断。其实星辰用会怎么样？果断的。你可能不知道，因为我经常还是跳一点攻，非常高。哎，该跳级的判定没打中啊，判定不够持续。虽然有时候不怎么讲的，就是不太合理。越战越勇，是啊，夺冠哇！哇，这 CD 不错，可以啊，继续输出。加二，加二，哇，漂亮！过去认呀。但是 ET 这波血赚，可以。哎呀，机会没了，有点被交替杀掉了。约约。留资源吗？还想跑头？是想留气打克隆吗？哦，这跳地，这这你感觉有点顶点呢？他一开始有点放不开，我感觉哇这有点乱啊！这一把小孩的发挥很奇怪啊！刚才克隆的这个战重脚近身的，竟然回避掉了那个下段的，对，看到了那个没竟然打不到，对对，因为他那个战重脚有一个很神奇的抬脚，克隆的可能这下他的那个挨打判定也是往上抬了那么一点，所以说这个重脚动作坏了呀，哎，做坏了，这么厉害呢？做坏了呀！大青脚你打不到的。他跑气还是要打。那小孩最后后面后半段的发挥很奇怪，首先板边伤害也没有打出来。对，其实最后确认的时候，那个重脚他是明显想发顶点的，顶点没发出来。升龙，挺可惜的。我估计刚才自己想交资源带过，第一次想交资源，但是没有干嘛。换了个秦月牙。这波全霸遥感的锅是吧？秦月应该是跑过去想下地，啊，换了对吧？对呀，给一套飞伤。升龙。哇，升龙打中，对，升龙挂边。这无论如何 ，ET 现在这局如果赢了，他就能领先这比赛。漂亮，下盘摸到，这是一个对他来说很好的消息。对，已经很久没有人在抢三里赢过小孩了。哦，这大跳，不过连续成功都没有，小孩打得有点着急。哎，机会，漂亮的后 AB。哎，看到失误，失误了。即使是小孩也是会失误的。发现珍妮特这跳 CD 啊，把这个东西他的发波音波非常大，错吧？对，全已经放出来，但是身体还保护的挺好，就是要大胆的前跳。有时候跳 CD 挺硬的，跳 CD 硬的一般性都是判定在后啊。是，所以你我漂亮，抽不到他的后创框，骗到了草地的一个乱动输出，对，哎，连到右输，这个小孩起身真龙了，不管了。中三，小孩这边复合了一个椰子，这个他太阳，好凹 ，ET 好，我感觉刚刚是一个失误。升龙肯定是要带，就这样打，他接的是大神压迫力，对，就是自压我的时候都猜我可能会不会凹这一下，对，可能 ET 放弃了打科学，漂亮，放弃打低，这个开始打野性拳皇，不留肯定不会留，哎，罗丽丝这个破绽有抓住，哇 ，ET 这波不错，难道有 reset 的机会？哎呀，重拳打中了没有确认，哎，机会，漂亮，三气的交气，反兵，哎，不交气。逆向跳出来下地压自由，配合这个 CD， 我下地对自由，后跳 C 不给出来，还在板边，哎，打中了没敢确认，但这下追到了，都遇了呀，交替杀人了，啊，不用交了，对，不用交了，也有可能啊，说不定这个角色的一些，我这一波其实小孩运气真的有点点保留，对吧？刚好下地可以打到那么远，行，追到 AB 没被防住，重伤了。现在的话，反而是小孩建立了一个人数正好略微的一个领先优势。可以爆发力非常强，差一点，而且，我好危险 ！CD 刚才要打康，哎，小蜜蜂，打出伤害 ，EX 小蜜蜂打空了，但是 ET 没想到他会打空，太帅了，太帅，有了压制，还剩一点，偷下来了。当你前脚去追他的时候，小罗的后跳，他这个不是抢重拳了，他本来就是一个抢特离奇的，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失误是有很多下意识的操作的啊，对，漂亮，又是跳 C， 那么现在他的那个距离抢重拳肯定要送二，他体能是先啊，二比一领先。小罗他现在这波也不好说，现在 ET 还是有机会赢比赛，喂，啊 ，BZ， 这但是赚到了，赚到了，赚到了，相当于他的赚到这个 BZ 算是等于复合成功了，里外里，所以说应该发挥的
更好一点。思想不好说，小孩气多，这打中就带走。哎，哇，冷静。逆转比赛了吗 ？reset 吗？带走了。reset 感觉是一直 reset 成功。那么小孩也是被拉到了败者组，败者组双败者组现在。怎么讲？一个所谓中间的力量嘛，承上。而且这是好像在没有什么发挥就死掉了，然后连带着下面大赛线下赛，对，第一次有人在抢三赢他。好了，又是小草的内战。好 ，reset 比赛了。小孩也换出了伊斯拉，代表说刚才那几个对攻真的做的有点厉害，就是修想法，对，他还是跳距离的，不是跳贴贴身的。但是刚刚明显就拆头了，你看小孩也换出了伊斯拉，放弃掉了珍妮特。感觉珍妮特好像小罗很有想法，雷神似乎不太哎，不要选训练场，对。好缺乏，缺好地吧。再次下地放倒，我这下就难了，又是后跳地，没错，反正我以为挺轻松的，相杀的态度好像也不是那么轻松啊。防 CD， 但是血量还没带走，这就不好说了。草地金打希尔维，现在你看每次小草内战，小罗是绝对的优势啊。如果说再打得好点，有可能真的会漂亮，血量的代价，像库拉一样的下轻脚，漂亮，对攻做到了。五就是撞，放一下就是撞，安全压制，就是欺负你。防住小罗心态没有什么资源，要靠反应去对策这个撞。好像有一点太压制，对啊，又是你想又是判后 AB 的话也挺难的，对，不可能每次都给你后 AB 到。跳大了，直接站 A， 安全压制，封位，好，成龙有进板边，成。夏威位置有点不好，但是血量领先了很多，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好像很少知道有人这么。哇，小孩打得越来越被动了。哇，看着好像能打到哈。没想到夏威这个秘密这么好用。看来这个败者组以后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对啊。这波打的是有点没有那么奔放了。对，而且现在每次跳压呢 ，ET 也会迎着你往前跑。对对。如果你再一跳的话，就直接跑大了。就跑后面去，太快了。太快了，很低。有些时候正好像以前库拉那个神奇的下鼻。你赌到，其实怎么还这边要怎么回应？下对对对策对冲，我重拳打中，可以。哇，这波撞一下，血量已经领先了。ET 也不贪，一点点建立优势，凹了，机会就凹。这还是要，我觉得打得很科学啊。就是一个原来这才是科学拳的技艺啊，好危险啊！哇，好 AB， 三个，小孩现在开始不适应了，有机会。OK。陈还是有点太，双方还是很冷静，不用半个技能，其实蛮危险的，也有两次。哎，他刚才不用半个技能，哎呀，可惜。现在其实你看，已经同劣势差一点了。本来一开始小草没拼过啊，但珍妮特这波发挥特别好，这波是一比五了。对，不过其实已经建立了相当的优势。对，刚才在板边那下打到墙上，对，要连上就很。没连上有点亏，这就看女主之间内战。感觉他刚刚是有点想奔着打破防的，哎呀，怎么样？但是都没有打到对方，失误呀！我没想到会中，喂，漂亮！节奏感快，都有点紧张，想谁打分方啊？是，难免。跑得很果断。对。来啊！哇，凹出来了！哎，没凹到，没打到后续，就是想把这个珍妮特先带走。哦，怎么打？伤杀现在也是 OK 的。哎，暴毙 C 了，这个肯定是暴毙 C 杀人了。留技不留技，肯定要先带走啊，先打先攒嘛。刚好死。那至少人数的优势是回来了。没错，小孩的伊斯拉也是非常的厉害，也很厉害，对手的机会。好，气有了，在消耗科隆的防御值，科隆的防御值要有点见底，怎么打？哎，科隆肯定是费气力和给你防守 AB 了，点有点高，小气杀人，哎，还没死，舍不得两气，这有点资源打残局，血量至少对，留点，先赶紧存点气，存一点气的话，背后 AB 堆得很好，很危险，不敢动，直接空跳头，哇，这样现在是一个平手局面，军事换边了 ，ET 也终于进化成黄金圣斗士了吗？有点紧张，翻，蹭一下就哇，好战地，漂亮，好科隆，这个战 C。确实有时候你不敢动啊 ，EX 波，你想跳发现这个打中，喂，中了，交一气，比分来到了2-2，非常的焦急，哇，第二次带走了，带走了，咱们小孩现在又来到了1-0领先，小孩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下，是靠女主的发挥和克隆这个打延迟乱动啊，是的。
强势的扳回了这一局。ET 是很遗憾啊，在希尔维加大家都这么好的局面都没有抓住。对，开局打非常好，对，真的看发挥。而且我都说的有点口吃了，而且比赛还是要敢，就怎么想的，就是哇，森龙好好，有就像你做的手不能紧。对，哎，还以颜色是吧？我也不能让你跳的舒服，失误尽可能少一些。喂，漂亮打乱都有，这个插盒真的是打得准。撞，继续撞，但是板边这回弹距离不够，被却板了。看来要压着希尔维打。要压着他打。放出来以后，他这个撞，我跳底打中，但连招失误，大家不影响。对，反正今天都想赢了。这个不跳，对，不跳。我漂亮，猜到你要撞。是。喂，连招小失误，就是在一定距离的这个希尔维的身材是不是有一点奇怪？特别可能也是那种就是小小体型，太小体，他有太多的摸奖的东西，对他没办法。感觉刚才打点还是蛮高的，哇 ，EX 主咬。无论如何，希尔维这关过去了，暂时。漂亮的粉碎打击。怎么打？喂，这娇气打伤害，小罗左右折不吃，但是下段挖到，没有一次对。再继续打，还是继续折，他用的很好，铁杖接底，啊，力再挣扎一下，好像有时候感觉蛮。现在就再跳，我就下飞了，来对，就要稳定了，没有等下飞，我等下 A， 这边等跑到一个下 A， 一跳我就下飞，就看心不跳了，看见牵制，哎呀，大失误，是啊，又是一个平手局，双方非常接近啊，现在还在面临一个下低，行，我这个没按住下 C， 哦 ，C D 有跳 C D。有点多、啊、差一点，哎，这边抢到了，越反。刚才小孩想做的事情，现在已经做到了，有点慌了。我连续抢跳 C， 就抓到机会了，就看了下这个血量，看了看，哇 ，C 级好硬啊！打呢，就跳到了。逆向，太近了。嗯，防凹被抢了一个后头，我没敢动，没想到中，怎么折？后跳 C 没中，啊、想折中断的太远了。这个下飞对攻好好用啊！他刚刚一抢，你看出来吗？刚刚又复合，但是他没想到第一下。我假断，我双方一起，你想到一起了。哎呀，这个对攻没成功。他复合的话是出不来这个的，正好是跑到西科龙。看来伊斯拉对战内战也挺好看啊，双方这个挺好看，都是敢去打逆向，怎么感觉内地摸奖？因为那个跳离逆向实在太好用了。喂，运气也不大，这边粉碎是没有凹到。我这边重伤，重伤机会，反折完以后血量差打出来了，现在赢了一两个人。他这个切板很厉害，一击难道？一击打到了以后，铁森龙漂亮，小孩没有被骗。哇，哇，漂亮。现在比分追到了一比一，变成抢二了啊！这是冠军非主人位所赐。把他带走了以后，现场刚才我们一下子也是非常的兴奋。气嘛，边打边攒。大魔王要被攻破了吗？小弟截空，大神龙被防。星辰这下也是猜到了，感觉你这点血应该会准。对。但是这个下就非常的有趣了。三气在手。接下来，这个上来就来，这局非常关键了。第二分，再一波，这局赢的人手里握着两分会比较哎呀，安心一点，是打的会可能就更加的自如一点。对，会再没那么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对，有点难。你要被他跳 CD 碰到，然后招杀都不行啊，这点血。双方重回选人画面，现在就有一个生死，进入一个冷静思考的一个阶段。没有啊，都没办法，数秒，最后的而且有七的话，还是对手会怎么打？第二，过去输掉的局就只能把它马上忘掉，真的非常现在就是个强二，确实都。之前对这样开局的话，打的可能预判下你的这个跳压，我有看你可以啊，3-0的对吧？哎，抓住机会，3-2，打进板边。大家水平连招选择没有错误，继续压制版本，我 CD 继续强压，大家基本上他这个 CD 摸到了以后回报太大，对每个角色的理解哦，直接凹了，不管了，一点打得奔放起来了，蛮多的，就是大家还是蛮我重拳摸奖，肯定的，线下赛一定会有一些小失误。希尔维的重拳摸奖好像没有缺板，起身压制，我能非常舒服，对啊，但是很好摸到，毕竟不是那种大回报嘛，你又不是有气是吧？对，重花角色就是摸奖，你肯定会防。凹了，喂，中断，这下摸到 BC 了，有气，消气杀人。哦，没有，刚好 BC 不够，第一个人的气槽短一点点。没了。
没了，哇，希尔维还是起作用啊。对，希尔维这角色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了。这下整个这个对策真的准备的非常的好啊，效果出奇的好。DT 原来赛前说的真的不是虚张声势啊，准备了是吧，他准备了一些对策和角色。好的，女子内战，现在双方是平手局，漂亮，轻轻打中，看来真不能 AD， 没追都没追，想骗。好，现在我们看敢抢头吗？好，踩中下半期了，反边连续的压制，你像有小泽阿泽，喂，太近了，太近了，太靠近板边。小罗小宅这反被打一套，反而被打一套，这个就很伤，气势上也很伤。出现一样，对你小子呗，对，还好没有打坑，直接跳 CD， 就一个。你看这下小孩他故意不雷比起身，大家介绍一下吧，大家因为有很多十五的新玩家。不，还好还好，阿泽是反正是一个很出名的零奥运。刚才那个超杀没有打中，是真的是蛮伤的，蛮伤的，进攻力是最快。压制最狠的非主流玩家，但是现在基本上我凹了，凹像科隆一样的凹，非常强。哇，这个打中了，很痛啊！没错，他走寻跳中攻击起手，平移整个人了，以为要逆向，还是正向。哎哎，我哎哎连到了，看冷门还行还行，兴奋 ，DT 还有机会。这些偏门角色也不敢动，小孩也不动，强度也不高。我 CD 打中，但他们会玩的很花，踩两下直接顶点不管了，可以，有想法。还没死，好像在测试吧。好，有一点距离，在 EX 波防不住了呀，怎么办？怎么讲呢？哦，下一对空，猜你跳 CD 压制。对，猜你跳 CD 可能打的点比较高。试一下啊，小孩先到了2-1。嗯，小孩这样手里有两局 ，ET 又来到了绝体绝命，站在悬崖边，一只脚踩下去。小孩现在这个最后可能是最后一局全角色，我看他问号他都是特别的。看希尔威现在他今天希尔威其实后面发挥一直挺好的，是主要是伊斯拉内战占不到便宜了，是吧？主要是女主内战打差了，是只能说。哇，这个跳 C 打点太高，全角色的对手他都有。对战的话，中段他胜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本身就是怎么办？实力就是最强的。对，怎么办？我所以他还是博学，实在是太到位了。他有的博奖还是可以帮表哥打三位，慢慢的打。真的是，哇，小孩这边打了一个下段博奖成功。看到沙男有集思百合，还有在打伤害，打伤害举起来死了。我就是要把希尔维先带走，先带走。大表哥现在有点难受了啊，这个确实这下就很不好打，非常难打了，就看伊斯拉的发挥。今天和顶级上篮打。但是，我希尔维这个变数是真的不错，可以上黄，对吧？我小孩抢到了一个连段，看到小孩有压制 ，CD 压一下取到有力针之后，下段继续压 CD 打乱动，打地，怎么打？尤利如果有资源的时候，火力还是很强。哎呀，又被打进去，但是没确认。尤利的话，就我一技是稍微捡回了一条命。他打其他的后跳 C。胜率还蛮，胜率蛮高的。这边抢了一个后头，独特的一套理解。怎么打？哇！怎么说？被折了，直接凹。压制，哎，下段有交 BC 杀人，哎哎，还是想打。这不可能是打修正。对呀，他这个第二次出现，难道就是失误？对呀，他应该是一个，因为他那个都已经爆 BC， 就应该把这个气槽合理的。是的，所以说他之前也是那个。哇，一个是指令头，有点紧张了。ET来到最后一个角色，刚才女主在板边的机会没有抓住啊。刚刚好，两次起飞了啊。嗯。如果对小孩这样对击，我这个打出了地基，现在很不好说了，要尽快的干掉草地精，非常难，漂亮，这个 DX 的毒咬很厉害，小 CD 压制，漂亮，我跳兵抢中，然后压制，刚刚再放出来，有点危险，对。好，咱很安全，很安全，很安全。哇，相杀血亏啊！而且，氧气的草地，怎么讲呢？他只要我赶紧交气杀人，对，别管了。这个 CD 摸到真的就没了 ，CD 摸到就没了 ，CD 摸到就没氧气，直接 EX 大神兵打死。你看，马上血量都已经追回来了。哎，想逆向，还有机会。哎，连这个凹也跳级打点太高，看到了。下 C 对空好好用，
本来小草刚才血量还蛮少的，他这打完第二个，打一个，哎，对，打没有两气，还是回起来了。好，真龙抓一个单，抓带有，但是我再有阿泽的那个机制有个，哎，这边伊斯拉很敢直接反抓，目前就是这个。如果是还留一点气，三个大将下 Z 被空相杀，怎么打？哎，有没有悬念？凹，哎，凹了一层，还有悬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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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发挥。克隆 对吧？这血量好像还可以啊，当然中一下就没了。没有气，自己不能挨打。有那种特别反骄傲的 ，DT 也是紧张。加三。前十四的时候，吉斯也蛮厉害啊。对吧啊！恭喜导师小孩，恭喜小孩获得了冠军，对吧？获得了这次线下这个你看，如果是大将战的话，你刚说的就是不减，那肯定是他的赛前目标。是的，现在的资源呢已经交获得了一半了。对，龙啊，历程打真的可惜。但是这一场打的真的非常好，首先。他的伊斯尔威真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很伤了，也很伤。但是现在他要就前半段小孩其实打的是不适应的，虽然说他就算现在就算小孩有一上来刚开始我们感觉小孩是有对策，因为伊斯尔威没有对啊，开始是没有发挥，但是后面反而渐入佳境。哎哎，对对，好，放倒了。但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东段地狱来了。对，对，伊斯拉的内战没有吃过，伊斯拉内战没有吃亏，基本上都把局面扳回来了。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应该有高光吧？对，稍微稍微休息一下啊，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会进入另外一项赛事的决赛阶段，还算健康。哇，当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哦，哦哟，这个战斗拳！哇，有点紧张，对，还别看，哎。看着血量是优势，但是没用。不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后 AD？ 有些时候还是想着求稳嘛，对吧？哎，你因为他跑过来，你就面临奥泽，这个奥泽太快了，你没办法反应。说你重，有时候确实科学一点的话，可能会投好一点，重的时候重的投吧。对。但是忍不住，可能太近了就会躺一下。你发挥的相当好了。对。主要一开始上一局被金尼克好不容易逃，连续打了两个有点快啊，还想得看来阿泽确实非常影响 AC 被抓，又是 CD 不要带头，哎，好的，没办法，哦，这哇，这个伤了呀！哇，瞬间逆转，是这个五个掌了。像刚才如果说还在多点气的话，你想再带个波更长。我们的尤利就是有气的时候火力是相当足，就感觉刚刚这局势完全好像翻不过来了，但尤利就能翻。那个逆向中的是有点。阿泽他好一万零追，阿泽他还想多耗一下。完全使命了，有力。对啊，这个话对小小来说好像不太，对吧？这个是看得真准。